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全身性的肌力训练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请你保持顺畅的呼吸，不要憋气。会有一些动作呢，速度稍微快一点点。如果你发现你有一点点小小的喘的话，也不要突然静止动作，我们可以把动作缩小一点点。还是觉得不舒服，再停下来就好咯。准备好毛巾、水、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利用类似像拜日式的运动来做全身性的肌力训练。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，只要你开始感觉到你的手或者是你的脚开始没有力气的话，请你的核心再稍微收紧一点点。我们从简单的暖身开始吧。将两只手来到地板上，我们来到四足跪姿，吸气微微抬头，吐气拱背，吸气抬头，吐气拱背。我们先简单的伸展一下你的背部，我们的脊椎，同时你感觉到双手撑住地板的力量，手掌心要把地板往下压，然后用手臂的力量多于你的手腕。所以在待会的练习里面呢，你要是感觉到你的手腕很紧绷的话，你可以把手肘稍微弯曲一点点，让力气送到你的手臂多一点点。来一个，接着让双脚踩一下地板，膝盖微微的离地，再放下来，上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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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三二一，稍微停留，脚趾头踩着，感觉到大腿的力气，重心微微向前，再向后挪，臀部向前，再向后。每一次往后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臀部稍微抬高一点点，同时我们吐气，向前，向后，向前，向后，最后一个，很好。接着把膝盖轻轻的放下来，右脚来到手的外侧，这样的左脚慢慢的伸直，大腿上下动一动，臀部尽量向下。现在往上提的时候，帮我把右脚勾起来，我们做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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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三二一，在底下换脚咯。左脚往前来到手的中间，臀部往上提，再往下放。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呢还没有预备好，或是这个动作对你来说有点吃力的人，后方的脚可以轻轻的跪下来。那我们一样移动我们的屁股，向前向后，跟稍微往上抬起。我们按照自己的身体选择你可以做的强度就好。很好，把左脚向后，我们经过下犬式，要慢慢的让身体转起来咯。手来找到大腿，让身体回来，进入今天的第一个主动作，手臂往上，吐气向前，双脚向后，大步往后踩，重心向前移动，把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臀部向前送，小腿微微勾起，我们做手臂弯曲往下，再推回来，往下吐气，吸气送回来。两只手的高度你可以自己选择，不需要很低，重点是你的肚子不能往下掉。再一趟，身体送回来，我们来到下犬，我们做双脚弯曲再伸直，吐气脚伸直，弯曲伸直，再一趟弯曲伸直，最后一个。我们把两个动作串联在一起，每个动作我们做四下，重心向前，双脚勾，你要交叉也可以，往下，四三二一，双脚踩下犬，膝盖弯，四三二
一，再一趟往前送，双手弯往下，四，三，自己的高度，二，一，下犬，双脚踩，双脚弯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接着把两只脚走进来，靠近你的双手，膝盖弯曲，手找到大腿，慢慢的卷上来，往上提高，吐气向前，双脚向后，我们来到下犬。接着呢，我们要做侧棒式的练习，我们先转向左侧，让左手打开来，吐气向右穿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向右。如果你需要替代动作的人，右膝盖可以轻轻的跪下来，左手向上，吐气往右穿，肩膀再过来多一点点，往上提，再向右回来，中间相反，另外一边选择你的膝盖，哪一只手留在地上就是哪一边跪着，向上提，再向左穿，当然如果你有足够力气的人，双脚伸直也可以，往上，往左，往上，往左，再一个，手放回地板了，双脚踩一下，脚跟向下，背向下，再把膝盖弯曲，轻轻的跪回来。我们先来到婴儿式，让你的手臂稍微休息一下，臀部轻松的左右动一动。紧接着我们要来到第三种的练习，我们先练习替代的动作，双手撑好，膝盖跪好，重心向前送，将你的左脚往前，膝盖靠近你的手肘，再向后，向前，再向后，我们再做两个，前后，前后，相反右脚，重心向前，膝盖靠近手肘，再向后，前后，前后，再一个，接着我们让双脚踩住地板，回到下犬，将你的双脚走进来，膝盖弯曲，推着身体上来，把动作串联在一起了，往上提高，吐气向前，双脚向后，下犬，借我左脚往前靠近手肘，再往上提，向前，再向后，向前，再向后，最后一趟，相反边右脚往上提高，向前，膝盖靠近手肘，再向后，前，后，前，后，最后一趟，把两只脚走进来，脚弯曲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往上，合掌，吐气下来，接着把这三种的变化各做一趟，往上提高，吐气向前，双脚向后，准备你的双手，四个弯曲往下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双脚踩下犬，膝盖弯曲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把脚踩回来，靠近手，打开双手往上，合掌吐气，再一个，向上，前弯，双脚向后，侧棒式练习，打开左手往上，向右穿，打开，穿，打开，再一个，穿，打开，手放下来，向反边，右手向上，往左穿，打开，穿，打开，再一个，手放下来，双脚踩好，两只脚向前，
打开手臂往上，吐气放下，最后一趟，向前，来到下犬，一样左脚先借我往上，膝盖靠近手肘，再向上提，往前送，再往后，向前，向后，最后一趟，右脚预备，往上，靠近手肘，向上，手肘，向上，最后一个，很好，我们把膝盖轻轻的跪下来，将重心向后来到婴儿式，放松你的双手，掌心朝上，手可以握拳，再打开，手指头动一动，身体也放松，左右摇一摇，晃一晃，再慢慢的回到中间，我们来到轻松的坐姿，将两只脚打开来，臀部稍微向前一点点，双脚大约是垫子的宽度，手臂往上提高，我们做一点点的伸展，向前，来到双脚的中间，伸展一下你的腿后侧，同时放松一下你的双手，将两只手还有身体转过来，靠近我们的右脚，相反边靠近你的左脚，接着让身体回到中间来，最后我们放松一下双手，回到轻松的坐姿，借我右手向前伸，手臂转过来，指头朝下，左手沿着你的手臂往下拉伸一下你的手腕，然后记得大拇指要跟着扣进来，轻轻的往下压，你会感觉到你的掌根一直到手腕的上方都有一点点酸酸的紧紧的，这个练习呢可以放松手腕附近的肌肉，所以如果你刚刚撑在地上，你觉得手很痛的人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动作稍微舒缓一下。好，准备相反边咯，左手向前，整只手臂向外转，右手顺着你的手臂往下，轻轻的向下压一压，如果你还有空间的话呢，你可以把手轻轻的放到地板上，我们用身体的重量去伸展它，那手放在地板呢，你就可以两只手同时练习，重心向后，微微的低头，吸气再回来一点点，吐气向后，吸气再回来，最后一个，好，身体慢慢回来，把手轻轻的解开来，手腕绕一绕，从旁边往上提，反方向绕下来，再一个往上，往下，两只手借我，我们往上吸一口气，打开双手，吐气放松。今天的练习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才的练习，有没有觉得肌肉充满了力量呢？有些动作也许做起来比较有挑战性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可以花时间慢慢的练习，就会越来越进步的。记得给自己时间运动，不是为了要把运动的动作做得更好，而是要保持运动的习惯，让有运动习惯的身体呢慢慢累积起来，你的肌力也会慢慢的增加的哦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